我乃天上的卷帘大将，你派我在此寻找唐僧。这么巧，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那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当然，想死你了。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女人勾引他，他才会如此负卿薄义。春春，你这个激将法还真是有用啊，果然把那个疯女人甩开了。等一下你先走，我替你断后啊。哎，等会儿，还是你走前面吧。嗯，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身手敏捷啊，万一一会儿遇到他们呢？你在前面还能保护我。你终于感受到了，你这样说真的好开心啊。嗯，我明明看到是你要伤害人家，小春春不要怕，有我在啊！孙悟空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刚才是真的要杀你，不能跟他走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喜欢跟谁走就跟谁走。春春，往后一点啊！你，看看这里啊，有月光，还有你，就算我死在这里，我也不觉得遗憾了。色鬼，明明醒了，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再看我，信不信把你眼睛给挖出来？信不信？把你眼睛挖出来啊！哼，唐僧，谁叫我？就是你。
子祥，我来救你。废话呀！我是来救你，你应该感谢我。虽然我翻不起来。哎，你走啊！欺负你就把我的命好。你是不是悟空啊？你让我看一下你，你是不是悟空啊？你放松了。哎呀，师傅好巧、啊！哎呀，你叫我师傅，你真的是悟空！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好帅，好英俊呐、啊！哎呦，我好开心，你终于进化了，你现在就像一只猴子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师傅，哎呀，好想你！有没有吃饭？有没有喝酒？有没有吃肉？师傅呀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的潇洒、啊。师傅不潇洒，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你看师傅皮松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哎，师傅呀。哎，我又在跟你叙旧，眼前这个姑娘有难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快去！三十娘不要怕，齐天大圣来救驾！师傅等我，我去叙旧回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悟空真的长大了，都会主动去帮助别人。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路向西，肯定可以造福很多黎民百姓啊。子霞，你快醒醒啊！子霞，真的吗？死了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死我都不会死的。快点走啊！去哪儿啊？我不会走的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你不是仙女吗？你怎么可能会死呢？赶紧走啊！人家，唐家。这破地方哪有什么火呀？
听话呀，你快点走吧，你快点走啊。找到还在这里耍帅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你的师兄，以后不可以在师兄面前耍帅呀，记住没有？那怎么办呢？玉帝说了，唐僧就在这藏妖峰里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他，送他取经，才能赎上我们身上的罪过，重返天庭。但是，我找了两遍呢，都没有找到他。不如明天早上再找吧。明天早上再找。明天早上再找。黄花菜都凉了。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玉帝只说让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等一个姓唐的和尚。我们在这儿等了他多久了？找了他又有多久了？可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藏妖峰哎。怎么知道现在早就已经被妖精吃掉了？我们俩在这里白等了。找到没有？有道理啊。所以呢？所以再找会儿。所以我们散伙算了吧。晚回去做我的珠光令，我做我的妖怪挺好的。报告！哎呀，再找会儿，再找会儿，再我要回去做妖精了。哎呀，我们要重返天庭，你忘了？我又不想重返天庭，你不要拉着我了啊！走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拉着我。走！不许你在这儿干干了！不要！拉我一头！是，似乎有人从外面闯进来了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这蟾蜍谷这么深，谁能闯进来呀？小绿，是不是有人闯进了你的信？是我心不静。心不静呢，不如我念经给你听啊。师兄，你真好，什么事都想着我。你刚刚为什么不拉着我？我，滚开呀！我的怀抱没有你的位置，你笨蛋！你听不明白，你也再听一下。抓起来了。
那你还不赶快去救师傅呀？要打！住手啊！住手啊！师傅，你放心，你已经安全了。你谁伙的？快去！这个猪猴交给我，你去搞定那个秃子。啊啊啊！你到底是谁伙的？师傅在这儿，请上徒儿一拜。哎，这叫什么师傅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你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我叫猪八戒，原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，后来因为偶犯小错被贬下凡间，玉皇大帝派我们俩来的，说让我们俩去保护您去西天取经，得道之后才能重返天庭。刚才我们俩护驾，哎呀，你也不用保护了。师傅，我和他差不多，我是卷帘大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不打不相识，一天你收了两个徒弟。小绿，一场误会，过来认识。但是你怕他们是骗子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他们二位呀，跟你一样长得很有个性，一看就是好人呢。你看，尤其是他，多有个性啊！我好。哎呀，来来，抱抱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也是不误会你们。哎呀，还咬了你的耳朵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个，有点生气。师傅，师傅，既然咱们都认识了，赶快去西天取经。哎呀，是这样，你大师兄孙悟空啊，还没有回来呢。我们呢是一个团队呀，团队呢少一个都不行的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孙悟空，跟孙悟空在一起的女人，我认识。终于可以回去找静静了。这么说，大师兄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大师兄啊，他去拯救苍生了。是去拯救女苍生了？他不会回来吧？我不信。哎呀，大师，那个女的我认识，就是蜘蛛精春三十娘，蛇蝎心肠可是出了名的。小绿啊，背后莫论人是非，成静思己过。我想必那春三十娘啊，她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。春三十娘，好蛇蝎心肠的名字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这种女人一般都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大师兄是不会回来的。女施主，我们的判断如此一致，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大师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守株待兔，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去找孙悟空。对呀，哎，师傅，你说大师兄不回来，我们就不能去西天取经，万一等等十年呢？对不对？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呢？对不？你说的也真的是非常有道理。
既然大家都同意上路的话，那为师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推马。你好啊，因为我是仙子啊。我也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因为你是仙子的宠物啊。嘿嘿，至尊宝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谢你昨天救了我呀。那都是举手之劳。月光宝盒在你那儿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啊！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都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哎，要说月光宝盒，醒一下。哎，也不知道姐姐现在去了哪。当然是在你身体里。啊？昨天青霞离开的时候，八师说要杀死。哎，对呀，我现在跟他闹这么凶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这办法呢，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就是你把一个对你来说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给我，我再把它给青霞，然后再告诉他你已经死了。一个人呢是不可能死两回的，如果他再想来杀你的话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啊。可是用什么呢？用什么？当然是要用一个很特别，就比如说用月光宝盒啊之类什么的。哦，对啊，紫晴宝剑，你把这个拿给他，他一定会相信你的。哎，就这把破剑。就这把剑。这破剑，谁都可以打开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的前回，
我想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是很美的。嗯，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你怕什么的？原来是你，都怪你骗了我这么久。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好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看来我不得不说了，这位先生，虽然我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，但我也是百花丛中，片叶不沾的。嗯，我有老婆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真的很有伤风化呀。你有老婆，那我算什么呀？你。算什么？混蛋！我混蛋？对。行，我现在就滚。喂，志东猛，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到底在哪儿？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尾巴到底藏在哪儿？我是人，哪有尾巴？让我找吧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还真拿我当宠物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，那你干嘛假装不认识我呀？不是我不认，是我实在是不认识你。我用了一个看似很简单普通的盒子修了一下，来到了500年前。理论上讲呢，咱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我这样讲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不明白。那你怎么样才能相信？你说你是从500年后来的，那你500年后都做了什么呀？我五百好了，自己看。和以前一样，一呼百应，万人爱戴，好有型啊！保护费啊，大哥。收保护费啊！大当家的呀，这保护费一个月收一次，你天天来。我们哪受得了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反抗了。那你要怎么反抗？拿命来！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还有谁？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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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第一当时的英雄气概，还说你不是聪明，我好辛苦。告诉我，谁是五岳山的大王啊？大当家，大当家！告诉我，
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、最玉树临风的男人？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。那你们再告诉我，谁呀、啊？妈的，你完没完？每次都说这么多话，我的腿都酸了。这位老公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破坏气氛呀？每天就两盒盒饭，还要啥气氛呀？话不能这么讲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表演也很有问题啊？你每次都会挡我的光，弄得我特别的难看，你不知道吗？钱给的这么少，你还唧唧歪歪，给我打！那是我的回忆。好好的一个齐天大圣，500年后怎么混得那么惨、啊？谁说我混得惨？我可是五岳山山贼之王。你好好的花果山不待，去什么五岳山、啊？什么花果山？你不记得这儿了？我去这破地方干什么呀？不管你是装失忆还是真失忆，只要你能拔出紫青宝剑，你就是他。今天的仙子脾气都怪怪的，一个出来就打打杀杀。一个月要跟我认亲，不管了，先从他这脱身，赶紧救青青姑娘出来吧。我好像跟这把剑是有一点点感应。啊，你跟他有感应啊？仿佛冥冥之中能看到点什么，但是又看不到什么。这个，要不先把这剑放我这儿，我呢，这个跟他时间久，相处时间长。不行，太慢，我有其他办法，你跟我走。救命啊！救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孙悟空啊，会火眼金睛，他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了7天49夜都没事，我就不信，只要一验一验你就知道真假。我要是没骗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不是他，那你大概就瞎了吧。你放心，你学哑语的钱我会帮你出来。我又不是哑巴，我学哑语干什么呀？你这么机灵，你肯定想逃出来呀！72变火眼金睛，你会一样你就得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逼我的话，我就咬舌自尽。我就不信验不出你的真假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别整我了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姐姐，孙悟空他已经向我提亲了，您接受现实吧。贱人，我拿你当姐妹，你却横刀夺爱，我今天非要把你打回一堆白骨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你们两个快点去阻止他，不要让他的罪孽加重啊。正所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冲动乃是魔鬼呀、啊、你们快点去劝一下那两位女施主，告诉他啊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，一时怒火，造成了终生的遗憾呢、啊、是师父。现在的女人果然没有品味，一定特别吵。哎呀，快去吧。大师，大师，这个古墓好像还有其他的入口。你看，那边有个人影闪出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悟空，不要跑那么快，跑太快会摔死的。哎呀，什么色色空空的，烦死了！嘴笨就别学人劝架，他都被你俩的丑样给吓跑了。二位女施主，你看你们都那么美，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啊？不让我变一个帅帅的样子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二兄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啊，师傅不见了。对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师傅跟我讲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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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俗称照妖镜。
我有什么真面目啊？这就是我的真面目，待会儿就知道。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。不是，我是什么？等等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什么？刚才那阵风好像有人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一样。什么都没有，赶紧走，找理由是吧？赶紧走。真的什么的感觉都没有吗？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走。肌无力，你肌也太无力了吧。干什么呢？打什么妖怪呢？在和一个小妖打招呼。什么妖怪？这个妖怪啊，虽然攻击性不强，但是速度特别快，可以令对手防不胜防。走开！你我到底谁的攻击性更强呢？你要这样知道的话，就好好站起来和我比试比试。你神经病啊！我又不傻，这么打才好玩呢。为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因为我也需要这些石头提升妖力。趁这个好机会，一举将月光宝盒夺回。我呢，只是想要一点石头的碎片来做一面镜子，不是要跟你争的。你好好疗伤，祝你早日达成愿望啊！快走。拿着，马上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。拍照，笑笑，三二一，咔嚓！举手投降吧，这回你们彻底跑不掉了。多欺少，算什么能耐？把剑给我！